嘿嘿嘿，是你噻，我有所顾念呢，包括何事，你姑娘记不起呢？不起啊，不起呢，你怕啥？找我有事吧？我就想问下你，你手机是不是没用了？用啊，天天从你活不着的。我给你打100多个电话，你挂都没接。哎呀，又没得电了。 早上刚充的，玩都没玩着。哎呦，我的个妈！这什么年代的手机啊！我打的都不用咱的了，快拿换那个。主要是这个手机对我有蛮大的意义。什么意义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跟你的嫂子说的。你放心啦，我不得跟嫂子说的，就算她问我，我都不得跟她说。哎呀，小个子一。 这个手机啊，是我的前女友给我买的。在我跟她分手的时候，我一气之下把所有和她相关的东西全部搬了，唯独就留下这个手机。每当我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呢，我就能想起我们之间美好的回忆。没想到你气得晚你的，还想到过你的。你要是跟你的姑娘恨了，打死个看到我的，不得给她晓得了。 老婆，你帮我手机啷个？整个破手机，我妈给你买个新的去。兄弟啊，你这个办法真到位，我想新手机想的不得了哎。可以去拿钱来了。这是我攒了一浪的钱，全部给你的。